前海集会董事长郑文灿因涉嫌贪污，11日被裁定羁押，来到第六天，也是第三个开放接见日。这三天，三位委任律师轮流接见。16日会面时间约70分钟，而律见的时间是郑文灿唯一能够待在接见室吹冷气的时间。但就在郑文灿消暑同时，也让民进党的好感度跟着冷冰冰。最新民调显示下滑了4.3个百分点。不管是郑文灿的这目前的风暴，那对于民进党是有非常大的杀伤力，而且我们相信在这个滚雪球越滚越多的情况之下，民进党的支持度跟大家民众看到过去他们8年的完全贪腐，那未来他们的支持度一定会越往下滑。就怕冲击只是刚开始，因为这份调查是在7月8号到10号郑文灿案件爆发到被羁押之前，民进党的支持度就从上月37.4%下滑到33.1%，这是7个月来首度下挫。而蓝白两党则是双双回升，国民党从17.8%增加2.7个百分点，占上20%，民众党增加1.7个百分点，来到16%。